两个方式了。第一个哈，第一个方式，比方讲我称手肘吧，啊，我这个手这样走，以盘龙手来讲，我这个手这样走，延伸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嗯、延伸，我要称这个。第一个是你保持到这个不要动，嗯，保持到这一段，因为关节是两端嘛，我保持到这一端不要动，我去增加这一端的延伸力，哦，它是不是就这边就会往外拉、嗯、拉开？对啊。第二个是我两端动，两端往两边动，往两边开。那在盘龙手来讲就是什么？就是我这个肘往外推，你看。我这个肘往外顶，我这个肘顶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你看顶到这边是它的极限的。当我顶到这边的时候，它是不是走到极限了？对。然后它还在这走，这个曲度让它这样子开，它更多力量，它多一个力量，更多力量。这样不懂？你看，当我这样子的时候，你来摸我这边，这里，你看。当我这样子的时候，哦、有没有？哦，它是不是开？它是不是开得更、哦、好大？好大力！它是不是开得更大？好大力！是，好大力！哦，有没有？啊，有没有？对对，好明显，它开得更大。对，对，它的方向是向两，它的方向是向两端开的，有没有、嗯？你看，我如果这个不要动，我延伸这个，它的方向是单向的，对 对。可是我这个往外一顶，你看，哦，它的方向变成这样子，嗯，变成，哦、这边吧，你看，这个慢慢，你看，啊，有没有？这个力量是，你感觉一下，这个也是一样，你看我这个手腕，有没有？它是不是也这样开？也是向两边开，哦、一样的，要不懂？还用听？我没有感觉，感觉用听。啊，有没有？有没有懂？明显，超明显了，明显。盘，你看有没有？嗯，这样子。嗯。所以当我这个一盘的时候，我这一盘实际的力量，你看这样，包括肩膀哦，你摸这肩，你这个摸肩。我们一直以为这个。你看，我这一盘，你看。嗯，有没有一起开？对，这样子。老师，我摸一下肩。是不是从这边开？对啊，对啊。有没有？我越这样，是不是用肘来开？用肘来开肩了？对对对。我的肩越往外面，力量越大，这边就越开。对对对。就这样子。哦。嗯。看不懂？明显。这样开。老师，那如果一直在盘龙手一直在做的情况底下，那个情况就是你必须要主动去使用你的关节去让那个角度去产生。不是，我刚才的开是用稍来延伸它、嗯，我不是用关节主动的在做开。哦哦，这样不懂？我用关节主动的来做开是，这个我是用关节来做。哦，我这样子。要不懂，比方讲，我要做棚，以太极拳的棚来讲，是手一搭八，我是主动用它，就产生一个棚了嘛。盘龙手不是，盘龙手是要流畅，力量贯穿，力量一直在盘，一直在盘，所以不是说用单一关节。哎，对，它是一个拉拉拉一个拉一个，它是一个拉一个，一个拉一个。一个拉一个，哦，所以不要特别注意单一关节。懂？你看，一个拉一个，你要注意一个拉一个。哦，盘龙是这样子的，一个拉一个。对，听不懂？所以它不是同时走，哦，有先后，它有先后的，所以我才讲，比方我这样走，你看到肩到腰到胯是不是这样子？啊，回啊，胯腰肩手，当，你看它有顺
它有顺序的嘛，那才是盘龙啊。所以一块就没有了，一块没有了嘛。听不懂？你要，所以我说一定要慢，要一段一段的拉，一段你要感觉到一段一段的拉，一段一段。哦，是。这个叫做，这是抻筋拔骨，这是很重的抻筋拔骨，是不是？那你说我用我用这样子，这个就不是盘龙手的力了。这就是单一承担关节。听不懂？是是是。我盘龙手，我可以做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可以做这个啊。对啊。那是从盘龙到叭一下，叭，哦。听不懂？可是练的时候，你要把那个弹性都练出来，知道吗？弹性练出来，你才有那个好像弹簧拉紧你。帮一下琴弦一样嘛，当一下那个，你才有这个力啊。对对对，我们这个都不够。对，你那个的弹性没有拉满，你当你没有那个力啊，一拉起来松掉。对对对，所以看老师就不一样，在哪里？原来在这里。听不懂？盘龙手一定要注意，我为什么叫你们练这个呢？体会这个，就它是一节一节，一节一节，一节带一节。太极拳讲节节相催，也是一样。他为什么讲节节相催？节节就表示有顺序嘛，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节节相催不是一个整哦，他不是啪，这是整，嗯，这个是整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可是当我做这些东西的时候，这个是要节节相，它有顺序的，它有先后的，先后的顺序。听不懂？那两只手这样拉，一节一节拉，那拉到尾端是哪里？可以到脚啊。拉到脚底。对呀、啊，你先不急，你先拉到肩。手的肩到肩胛骨。每一个关节都很难。嗯。它不是真正难，是习惯，是我们用力的习惯。看不懂，我们一般没有这种用关节的习惯。好，那你们练了，一旦体会到了，一旦改成这个习惯，很多东西你就会了，很多你就会了。所以苏伟刚才问我这东西是。怎么学的？我师父也没有教啊，他就教盘龙啊，他就教这个，因为都是从基本功来的，都是基本功。你旋腕、旋肘啊，装步变换啊，这些东西你练对了，你练出来了以后，你练这些东西，自然把那个东西用上了，他就对了嘛。对，听不懂？现在是你们基本功的时间不够，那叫你练几年这个东西你也不练啊，你也会烦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啊，这种基本功东西一直练，这种东西是要笨人练，像我这种笨人才会这样练。啊，自己也可以试着去当笨人，你也够，啊，就是我很笨，我就是这样子，我就是在这上面练到受伤我还练，因为你练很多嘛，你一直在这个上面练的，听不懂？所以练基本功，从基本功出东西，你人要够笨。啊，一般人都不是，都现在都太聪明了啊！这个玩完了就要跳舞了，就要这个，晓得吗？所以你基本功东西没出来，你变成你练这个是这个，你练这个是这个，对对对，你练的东西变成一个分开的，对对对，分割的，可是你基本功东西练出来，它变成相连的，对，听不懂？就核心那个东西在贯穿他们，对，就这样没错。啊，对啊，
这样不懂了？懂。嗯，谢谢老师。还有问题吗？